Good mor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，欢迎来到 Cody 的毕业典礼。我要开始哭喽！怎么样？今天有准备一箱卫生纸吗？有三包，可以吧？合情合理。感觉今天真的会是一个情绪充沛的一天，时间真的过超快的。还记得我们送 Cody 去上课的前一天，就是那个半夜。对，我们那个半夜一直在讨论说我们的清单准备好了没？哥哥会怎么样？然后弟弟可能会怎么样？什么？然后隔天去学校的时候很担心，说：“哎，老师有没有打电话来？”一整天守那个手机。但是那个真的是我们两个有史以来最焦虑的一天，而且我觉得那时候的失落感也是蛮重的，因为之前真的都是自己带小朋友，然后家里面又吵吵闹闹，然后突然小孩去上课之后好安静，突然一阵失落，然后又不知道要干嘛，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可是咻一下居然已经来到他的毕业典礼了。一开始我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那个分离焦虑，真的比较久一点点，每天早上都有点舍不得，然后抱来抱去。对，真的，弟弟花了一年吧，哥哥大概也花了九个月左右，然后直到最后半年，那哥哥是直接哇，爸爸我要走了，然后弟弟也跟不上他。对，弟弟还会说哥哥你等我。真的是那个瞬间，你就感觉到自己的儿子怎么一瞬间变这么大了，他明明才六岁耶。阿妈也来了，来了耶，好高兴哦！25年前参加我的幼稚园毕业典礼，对啊，到现在25年后，还记得那时候我是扮演什么吗？我忘记了。警察。警察。交通指挥。哦，为了今天，我昨天整晚都没睡。啊，很期待。你邀请我，我好高兴。那为了今天的毕业典礼呢，哥哥真的也是很认真，彩排了很久。毕业典礼好像是他们学校最重大的一个日子。对，每一年呢，他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音乐剧的呈现。嗯，然后老师就有特别说，三个月可能都很密集的排练哦，不能请假哦。这其实对我们来讲是超困难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真的很喜欢带小朋友到处去跑。可是这三个月呢，我们真的忍下来。有，我们有排除万难让哥哥去学校，然后哥哥自己也会跟我说，妈妈，我固定礼拜二、礼拜四不能请假，因为那两天要练。真的，而且他真的超期待今天的，然后也很认真努力的排练，我们很期待他今天的表现。毕业典礼少不了毕业花束，是的。我们请小柯帮我们做了一个，他说他推荐我们用那个花篮，然后就可以把他喜欢的那个玩具放在里面。可以，而且他这个是毕业季一定会有的笑脸花，我觉得这超可爱的。对，笑脸花是最基本的。然后因为这一次呢，哥哥他是表演辛巴，哇，他争取到这个角色，很替他骄傲。对，说啊，你也辛巴，认真。你不是一棵树就好了吗？结果我们就把他买一个小辛巴，然后放在这个毕业花篮给他做纪念。来，欢迎您好，胸罩帮我们别一下，让我们前打卡拍照送剧照。哇塞，我第一次，你家怎么帮我们别上这种东西？你是要嫁女儿是不是？哇，这边有他们的剧照哎，看得出来吗？好，我找哪一个？中间这个。哪一个？你觉得哪一个？这个，这个是 Cody， 好像是哎，是啊，不要乱认哦。这边有 baby photo， 你有找到吗？这是你给的照片吗？找到了，当时哥哥穿西装，超可爱的。嗯，好小哦。这边要写名字啊。我来看看，我验证一下，我有没有找错我儿子？在上面，在那边。哪里？看吧。哦，真的，同一只哎，这个就是 Cody。Please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and join us in welcoming Annie School graduating class of 2023. Translation. Where nothing makes sense anymore.
上半场结束了，上半场是他们演整出的狮子王哦。哇，一束是五百，你给我点手。其实我儿子出来，刘真的只有一点点，还可能在看他那个样子，哇 ，Oh my god， 想到又热泪盈眶，真的蛮精彩的，每个小朋友表现都超好，对啊、不管是演什么角色，真的，从你出来就真的认不出来。帮我写下来，找一找。要买整套，还好他提醒我他是哪一个章节、哪一个点要出来，不然真的是要小心，不要打到我。是很完整的表演啊，所以就看到小朋友都每个都很努力，很想错过他那个发功的瞬间，然后就告诉我自己，你先不要哭，你先不要哭，不然你就看不清楚了。好棒，好玩吗？好啦，恭喜我们家 Cody 哥哥毕业喽！真的，然后明天开始上小学。那后天要休一天。好啦，那今天票就到，如果喜欢票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下一天再见啦！拜拜，哥毕业快乐！下课就来接你了，我是第一个来接你的，你是全班第一个走的。